原地加入 group， 佢话有股票 tips， 我立即 download 个 app 入钱投资。达人买车买楼带住我搵快钱，实情系供咗个烂货。叫我过数又过数，陷阱太多，唔谂就过过过过过过后佢消失咗。投资诈骗会中伏，乱信顾问会拉嘢个，世界冇咁着数，利益我赚到甜头再继续进击，加钱补仓转眼被割，到最尾瞬间冇晒影，根本冇赚过。尽网呃我钱，诱惑装假 app 过钱，分身投资话回报高到癫，但其实假嘅仓秒变晒高风险。Oh my god， 个世界骗局算计实在太多，唔谂就错错错错错，再系未想清楚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群组诈骗扮晒熟，乱过数系信不过，骗我世界有着数话信我，下载程式里买卖套现，拎不到钱失了预算，到最尾佢失了影踪，先至发现错。咁多问我系点样过，我话有轻声教我当，以后记得要搵个信得过。投资骗案唔想当 M O R I S K， 恒生与我到每日面对骗局怕咩祸？我信个世界冇嘢能呃我。请你记住个 tips， 睇清睇楚 check 过验过，冇有怕放心冇中招，永冇出错。可恶世上太多虚假骗子，等你大意，庆幸我这天已决心，不会再被骗。